像村支书。桑稚的那些浮夸的表演。嘉勋，嘉勋。拜嘉勋，出租车来了，拜拜。Happy。喝干嘛？那是他是酒还是我？是先走。来了OS 说出来了，要记得范围就不要说出来。发生了什么？说出内心话。OS 说出来了。所以我要抽钥匙出来。你应该对，你要说开车送我回去。嗯，好，我就送你们回去。你没喝酒啊？你坐我旁边一晚上，喝到了。好凶啊！不会肉疼吗？没，因为我要讨论一个事情。因为我超喜欢这种。真的假的？啊，我人很喜欢。真的假的？就我本来就是很挑食，然后我遇到的是我挑食的。他开始吗？亲，有啊，兄弟，他是我爷。这么早就结婚，我估计有这几个兄弟呢，肯定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早结婚，是不是？还有兄弟，我想说，就是。哥，到你表演了。你就上去现唱一首。那你表演了。嗯，他唱歌是真的厉害，来两句。来两句。我不敢听的，我也是。能不能有钱？一人一支。投到鱼嘴里面花一个，然后赌100块钱。来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你知道谁收一个胸的？谁嘴里？投在自己。投在鱼嘴里。可以啊。啊。这个有点大，我有点那种偷袭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把弟弟。还有哪个？增加了。我是，你是蓝空哦。自动接蓝。那靠！这么远没有？真的假的？只要你稍微不要太夸张。哎，好。没有啊，看见你手抓了。我们看不出来。